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然后今天是在外面拍的视频，因为那个这个披萨店送了我一张五折的优惠券，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店里吃的话应该会更好吃一些，所以我就今天是在店里吃的，然后可能那个声音环境啊什么都有点吵，然后大家见谅啊。吃的这个是肉香四溢，然后那个是新品的那个芒果菠萝边的，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德克士的炸鸡和那个这个正新的炸鸡排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吃了。吃饭，给你先来一块。一人一块。那我看这个没有之前那个好吃。这个我把耳机放在这收音。看一下。是什么目标？标好吗？还不错。它这是什么酱？芒果菠萝。感觉这酱挺香的。吃了这个鸡排，所以大家把这个酱注入到你之前吃的那个。自己拿哈。拿住压着。然后他这没有那个番茄，不是那个沙拉酱，我自己从家带的。好吃。
我在外面，吃饭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坐在窗边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，喜欢坐在窗边的，可能是觉得风景好。要咬一口吗？就给你吧，就算齐了。是吧？不管你都吃不饱。我这么能吃，你嫌弃我？差不多了吗？吃饱了。我是觉得有点差不多了。你还吃了两块披萨。你这在跟我开玩笑吗？
酱挺好吃的。嗯，我不爱吃酱。那你帮我打开。原来是有木板。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价格，这个披萨正价应该是128，用五折券的话只要60多块钱。是菠萝，然后应该是鸡腿肉，然后火腿，还有肉松。Thank you.
大好吃真的超有满足感。鸡排吃没了，没有。这是跟他要的那个番茄酱。哦，挤到衣服上了。这个卷毛包里。嗯。是糖呀，应该都吃完了。嗯。这个饭好吃吗？还是这个好吃。你这个吃一个披萨不少酱吗？花样的。最后一口吧。
鸡腿，这顿饭就结束了。然后等一会儿，回家再给大家录一个甜点的，甜点零食啊什么的。我觉得那个德克士的炸鸡比肯德基的好吃，汁水特别多。再来一个，等会儿见哟。